美团大福拉满，随时尽兴开团。本节目由吃喝玩乐四连超凡的美团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一口净享纯纯快乐的纯水乐纯净水特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一级节能五星舒适的万和热水器高燃赞助播出。中国移动数字竞技全民健身新赛道。SAB 站这边。今天是九哲和 Gamini 两大阵营的首次对抗，两大阵营将各自组建两支战队，通过抽签决定对战关系。阵营对抗赛采取 BOE 加巅峰对决，失败阵营将面临淘汰。而两位教练也会根据今天的局内表现，对所有选手进行 SAB 的重新评级。每个阵营内拥有两个 S 级，四个 A 级，淘汰名额将从落败阵营的六个 B 级选手中产生。当然会有一点压力啊！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努努力，是吧？咱们去一下 A。我只能说，我希望比 B 好，但至于最终能不能做到，就要看场上自己的能力了。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们队伍，那我们就要有一些规矩。好，首先我希望就是大家平时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就大家开开心心的玩，但是训练的时候，希望不要把这种嘻嘻哈哈的气氛带入到训练里面去。对，打比赛的话，开心了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把那种热血喊出来，呐喊。输了的话，不要让我看到嘻嘻哈哈的样子。输了的话，那就反省一下自己。就是我们要列一个日常的训练作息表。来，你来写一下。我觉得一点有点太晚。十二点。不夸，就我觉得十一点起来，十一点半，咱们集合，对吧？吃，是不是？然后消化一下，一点训练到五点。没问题，这个程度 OK 的。小休息一下，咱们五点十五开始稍微锻炼。可以。六点半吃，吃半个小时了。七点开始训练。七点三十练，到凌晨三点，凌晨三点。但是我们很努力啊！我觉得可以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这个作息，我们在做的这些，在电竞圈，直接全部当场退役，直接全部当场退役。就回家该卖红薯卖红薯，该种地种地。其实，大家都在提倡一个健康电竞，所以体能训练很重要。我来给大家安排一下。我们可以摆过来，我们可以摆过来比较一下。我们上了电影节目了，没有尊严了。这个作息就是我们现在电竞的一个正常的作息。我们要立两个规矩，好吧？第一个是乐观的一个规矩，就是要多夸队友。就比如，其实在游戏内或者是游戏外啊，队友拿到了这个击杀，拿到了人头，大家尽可能的夸一夸，哎 ，nice， 哎，对。
我们昨天跟 AG 打，我们只剩下只夸队友了。可以，可以，这个要夸队友，这个是传播正能量。我们之前有队伍那个选手啊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因为你们看总决赛了嘛 ，Fly 嘛，就是 FFFFMVP 嘛，他之前其实就是不张嘴的。然后呢，我那个时候就因为我是他教练，然后我会在他的那个脸上就正，他只要抬头写一个 nice， 就是他只要一抬头就看到那个东西，就是他不管是他队友击杀了还是什么，就让他张嘴，让他去沟通，这其实也是在游戏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。第二个就是一个团建的小活动，每天都需要有团建，但我们的团建呢比较的佛系，可能更多的就是瑜伽、打坐、冥想，还有八段锦，简单一点的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状态也好一点，训练的时候比较舒服一些。这 mini 阵营与九折阵营即将迎来首轮对抗，但在这之前，两位教练还需要把这群自己挑选出来的选手在阵营内重新分为两队。有的人一天轮换20把训练赛还没有分完队，有的人8分钟提交了大名单。九冠教练的第一波操作，阵营组队见分晓。接下来的话，那我需要选出两位队长，我来指定一下吧。那加斯汀选为一个队长。好，第二个队长的话就黄子韬吧。黄子韬的话，我是觉得他之前有在军营待过，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把这种军营的一些文化带到队伍里面。接下来我们两个双黄队长每人选一名你们的核心队员，跟你们进训练室，就是如果确定选好人之后，他们会进去面试他们的其他队员。他选胡夏，我选左立吧。他选胡夏，你选左立。 OK， 那就又拆散了，教练。没办法，咱们两个队呢。想讲咋说？怎么说？我肯定是想把左立哥也留下来，因为我们大家的默契都已经非常的完美了嘛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打野，因为我跟夏哥也比较熟嘛，而且他的打野就是我是比较了解的，然后我觉得还是要把夏哥留在我身边。我听大家的。OK， 那各自回你们的训练室。是。走吧。其实我们也磨合很久了。我们也磨合很久了，真的真的。一开始真的很失落，但是我们很想要的就是两个队伍都能同时晋级。我想让一个队伍最好的呈现，所以我愿意去听我的队友的。黄子韬直接把左立和其他 AG 的队员分开了，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尝试的一个方向。去吧去吧。你走错了。哎，你去，哎，要不你去，你去。走错，走错，走错。那我们射手有没有比较保险的？你觉得打得特别好？是约翰吗？要么就上来打射手，然后我们让刘恋过来打辅助。可以啊，我听你的，我都可以。那我们还少打野了，还少了。对，辅助射手中单上单都有了，就差打野了。怎么说？有没有要自告奋勇上去展示一下的？怎么展示？教练，给我拿个头，谢谢。你把教练当啥使了？主打一个没大没小。谢谢教练。要不咱一块商量商量？去跟他们。商量一下，我们得商量一下。咱都一个队了，干嘛非得分开？对啊，为什么分开说？我们就好像我们不能让两边都成为弱势啊！我觉得，我觉得你们要留恋姐。对，我们是要留恋姐，我们就说留恋姐和博洋，你们要哪边，我们就要另外一个。对，我们反正都是一个 team。然后肖顺尧跟江潮，你两个人培养一个打野。射手的话，我们想要池约翰。池约翰不是打射手。他就是打对抗路的，他们但被迫转去射手。那还有谁是打射手的？那个星仔，他射手打得还可以。那我们就星仔打射手吧。谁打野啊？打野是吧？缺一个打野是吧？你要么来打野吧，我们真的没有打野。有人教我吗？教练啊。
就可以从最初的打野应该怎么玩，就教我那种最基本的东西。英雄熟练度够的话没问题的。对，我就不知道他的那种全局观。你现在是打什么位置？上来打野，被迫打野嘛。哦，可以的。那我觉得你可以去王子涛的队伍打野吧。但你们要教我这个打野的思路。我不会，我从来没打过野。没事，我会教。教练对我有信心就行。我有信心。你对我有信心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这队长当的有点垮掉了。选完了吗？我是哪个队的？你是？哎，你不是超哥队吗？那你再选一个替补。徐一阳。我不知道，我上了个厕所。啊？我上了个厕所回来，大家好像就已经分队完毕了。我觉得，就是至少大家，就是告诉我一声。易阳，要不你去那边跟他们打，打辅助啊？对啊，但你们不是四个人吗？我叫刘恋过来，我们五个人，你去带他们打两把吧。他们那边少人。那我不打，我自己练。真孤单啊，一个人坐在这儿，非常孤单啊，感觉。打两把一会儿。怎么说？好吃吗？这个鸡蛋羹？是的。太油了。哪有这水？哪有水啊？这里边是水。后面就想了下，哎，团队赢最重要，就这样吧。等一下，我去那家那边，尽可能选自己会玩的先，好啊，尽可能拿自己会玩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，来吧。好忙啊，要去打游戏。你看，我先暂停啊，你们商量一下，我先跟对面说一下怎么打。等会再回来跟你们说怎么打。我们更多的打法还是其实就像你在 AG 的时候那样子打，好吧？ OK， 好，那我溜了。等一下，我去那家那边。戈亚对线绝对是比你强的。所以你前期一定是小心，主打法语，一技主要是法语的。更多的节奏让我觉得是你们中上野来去跑，然后下路是稳住，然后法语。OK， 溜了。先跟对面说怎么打，然后再跟我们说这边怎么打。这种方式其实不可取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没有办法把我们职业的思路去灌输给他们，并且让他们打出来。如果我强行去灌输，他自己打的东西他否定了，所以他在场上就很有可能会呆掉。我需要就是慢慢的去引导他们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尽可能的做出一些改变。我这辈子玩过最爽的歌手，是不是非常有安全感？哇！我从来都没玩过这么爽的色彩，哦，辅助就一直跟着我，不要让狄仁杰一个人走，孙膑永远跟着狄仁杰。打野，把野区让出来给我。红可以给了，红可以给射手来过来给你打一下。哦，哇，就是太爽了，太爽了，打得太爽了。那证明我们队伍的话，就是整体的实力都比较好。可以的，打得不错，可以的。我换一种打法。我输出不够，因为这几天我一直在打野，就是如果你让我打射手的话，那我的英雄池就少了呀。哦，好难受，我没状态，朋友们。完了，没了。哎呦，这样。再来，继续，我换一种打法。14号选人，
15号训练，16号打比赛。我说实话，心态崩了，真的心态崩了，你们不知道有多难，很累。我真的心态要崩。反正因为他这次他要十几个人嘛，所以他肯定会比第一季要付出更多的力量。因为我们上一季他只带我们这一队嘛，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比上一季更认真了。再来再来，继续继续，我换一种打法。今天我轮换了三个射手。四盖去上面打射手，等会让傅金博试试射手。我在想，该不会接下来 是我打射手吧？哎呀，我怎么又出闪现了？你看这后羿正好技能是什么意思呢？对着自家的那个三分机来了一发。不可以，因为如果我打射手的话，可能有舆情风险，不爱他请不要靠近他。周琦，你要打射手吗？你会吗？怎么样？等你老人。可以，换个人。可以。我感觉我很破纪录。没事，我跟你开玩笑。我说这才入组多少啊？我就已经仨位置了，这以后还得了？这以后是不是辅助工作到时候都得去啊？反正我觉得教练的看法可能比我的看法要专业的多，并且要客观的多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加入教练，然后就教练打了就睡了呗。这期多说话，下路直接压。残了残了，漂亮！秀死你，可废了！接不住了！我来推！我帮你看蓝。没事，我能走，能走。我们直接转线，我们不跟他，我们去中路。残龙下路，来！好漂亮！教练呢，他会就更多的让你去尝试，在了解你之后，做出一个他认为比较合理的判断。左调右调，又发现又能找到自己那点感觉。这个游戏是团队游戏，周琦他也是充当了和周柯宇的同一个角色，也是能够把团队带起来。如果给我们一定的训练时间，还是很有机会的。我觉得在赛前进行大强度的训练，那就是临时抱佛脚。这种方式其实不可取。哎，干嘛呢？哎呀，这不是快比赛了吗？不得来一瓶赛前必备的劲爽带感、活力拉满的纯水乐苏打气泡水。我跟你说啊，赛前来一瓶，打出好水平。马上开战了，我可得多多给大家准备起来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真爽。我感觉浑身细胞战备状态瞬间拉满了，那是一个沁爽带感。哎，多来几瓶，我给大家一会儿带过去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零糖、零脂、零卡的，不管喝多少都没有负担的。大伙儿整起来！哎，爽！我给他们带回去，走。我就说咱们也得快点，咱今天时间非常短暂啊。你要相信我们都是精兵强将，要有自信。好，直接上去操作起来。OK， 正常来说，之前的一天的训练不会强度那么高啊。对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看来我提前悟出了你的。你又提前悟出了。所以晚上我好休息了一下。你作为队长，就是因为我要做到一个领头。咱们健康电竞，精气神不能没有。大哥，你说了健康电竞，电竞十二点睡觉，你就别开枪就完了。你作为队长，你不在这里给你的队伍坐镇，是不是没起到一个精神领袖的作用？我觉得他就是精神领袖。我是舔狗，舔狗，不能舔。点不了一点，我觉得你毕竟有在军营待过，
我以为你是那种一身正气刚正不阿。这睡了一觉，我成一个罪恶不赦的人了，教练该说不说。没想到你让我失望了，涛。你严重打击了我上场的自尊心。没事，我相信你不差这点自信。是，教练说得好。我看你跟九哲总是在互怼，你觉得他喜欢你吗？肯定喜欢我呀，他过流拍了，不就是因为他不想花钱给我拍过去吗？我挺惨的，其实10块钱都不值，被流了，然后免费被人拿过去，最强中单。你再说这种，我就把你踢出我的阵营，踢出我的阵营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请求集合。上上上！哎，这时候卡了。对，你说什么？我妈在睡觉。我刚刚说钟馗在埋伏。都跟我来！专业配置和队友流畅开黑，随时休息，保持好状态，来场更尽兴的热血团战吧！美团订酒店，住着玩电竞，开团才尽兴。哇哦，我们的小月亮好可爱！这他多大的时候？4岁。4岁的时候是吗？看看看看，该分享宝宝吗？对对对，看看看，跟包哥特别像。好可爱，对，儿子就像妈妈，好可爱。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。哇哦，帅哦！好帅哦！几岁啊？6岁半。啊，比我们家大1岁。生得早，生得早。在学校里面不会有很多女孩子给他带早餐吧？6岁半应该还好吧？不是，我有问过他，我说，哎，学校里有没有女生追你啊？他说啊，太多了。我说啊，说来听听。然后他说，他们总是追着我，我都跑不过他们。走吧，出发。看这个。哇，哎呦，这会滑雪，这你儿子滑雪啊？啊，单板这么厉害？哎，可以。哦，单板哦，单板，我亲手教的。哇，可以，哎，可以的，可以。这好像这滑了有2个雪季吗？一个雪季？就1个雪季。我也滑雪，我也单板。单板我一天教学就会换刃。你看，就是有天赋的。不是，我说我做教练一天包会。哦，你教啊？我教一天包会。两个阵营的4支队伍已经组建完毕，他们是 Gamini 教练阵营 ING IN 九哲教练阵营 NGU ZTG。 怎么让你念出来了，像个走地鸡。好搞笑啊。黄子韬，黄子韬，你不要那么好笑好不好？我错了，大哥。大哥，我得跟大哥站在一起。你太好笑了，你走地，怎么这么可爱？走地鸡，走地鸡来了。大大哥昨天发朋友圈了啊？昨天发朋友圈了，5-0-多少？9-0-18。然后发了个我很菜，你是不是侮辱人嘛？真是很菜。今天要打输了，记得发个朋友圈，我确实很菜。我技不如人，我不如黄子韬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发一个。下面邀请来自美团的朋友团团，作为巅峰在世小帮手登场，欢迎团团。好，感谢我们的团团。一顿团团拳。请两位教练进行抽签。NGU。ING。哦，咱们打吗？应该是吧。ING 是谁啊？这个节目搞得我们彼此关系都很紧张。有点紧张了。加油！加油！下面有请两位教练给大家带来美团王者出征宣言。我们跟团团一起给大家加个油吧。小哲，你先来。美团 buff 拉满，实力 carry 全场，战队全军出击，团好每一波，赢下每一波。来，团团，击个掌。小哲，小哲，加油！3
欢迎来到《战至巅峰二》的比赛现场，我是解说瓶子，我是解说小鹿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阵营对抗赛，巅峰对决 ，BO1 的对抗，决出一支双败队伍。双败队伍的 B 级选手将会有一人面临淘汰。第一场比赛由九哲教练所带领的 NGU 对阵到 Community 教练所带领的 ING。虽然我总是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抱佛脚，但是我觉得我临时抱佛脚也能打败老师。今天看到你的小乔很棒哦，你的婉儿飞得也很秀，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不需要飞了。嗯，就反正我打比赛到现在还没死过，我想死一次。可以，我满足你这个心愿。哦。这个提交分名的。哦。英语谁选刺谁选花？我想要花。你选刺。花。准备。蓝。第一局 ，ING 蓝。NGU 红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九哲和格米尼。我一直活跃在带队伍的一线。格米尼，你都退居二线这么久了，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？格米尼，放马过来吧。张嘴就来嘛，我懂。就是就跟小孩子一样，每天就那个嘻嘻哈哈。你刚刚也看到了，他没事还要过来抱一个，你看看他，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，很正常。我有一手好牌。牌大，我是大王，他是小王，你还分不清谁是大小王吗？只要牌够大，那不就能赢吗？欢迎来到《战至巅峰二》阵营对抗赛的比赛现场，也请两位教练入座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九哲阵营的 NGU 登场。很燃，很热血，这就是电竞的感觉。我觉得每场比赛都是要用尽全力。我觉得用尽全力是尊重比赛最好的方式。他们是张博洋、黄明昊、赵鑫、胡夏、石约翰。接下来掌声欢迎 Gemini 阵营的 ING。 B 级也不代表很差，对吗？ B 级不代表差， B 级只是代表咱们就是有这个进步的空间。因为我们的中单很强，我们打野很强，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对面做到一个五五开了，不是一个人的王者，是团队的荣耀。他们是单依纯、马可、张涵韵、周柯宇、林墨。加油！加油！看到了林墨、柯宇呢，今天跟林墨又变成了队友。所以一号队这边的话，对抗路林墨，对抗路林墨，打野周柯宇。我跟林墨做过一季的队友，上一季他虽然不是玩对抗路的，但是感觉和他还是能够有一定默契的，毕竟是很熟悉的人吧。我这一组嘛，就是我跟周柯宇是经常打游戏，所以我非常就是听他的话，所以我跟周柯宇这边可以就打一个配合，对抗路和打野打个配合，可哥可以指挥，然后周柯宇可以指挥，我们就是可以打一个双指挥的感觉吧。而他们今天的对手呢，就是九哲教练的 NGU 啊。上路，NGU 的队伍是池约翰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北京市第五马超。西凉五马超太子，赢，快来共决生死。可厉害了，没错，他来到了对抗路，完全补充了之前在 AG 的边路左立啊。我觉得他打对抗路很厉害，可以跟左立哥不相上下。而在打野位置以及发右舵的位置以及游左的位置呢，都是沿用了之前 AG 的打野胡夏，游左位张博洋以及发右路的黄明昊，这三个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只是在中路的位置上成了赵鑫。对的。哇，期待双方的对战，比赛马上开始。现在有请双方对阵选手入座。哎呀，好兴奋啊！哎呀，打比赛了。我听说在训练赛的小贾打的其实没有在现场打的那么的舒服。哦，
可能原因也跟自己的队友有变化有关系。是的，但这场比赛我们依旧看到的是柯宇对小贾。是，但柯宇的人形立牌今天立在了那。对，而柯宇呢，今天跟林墨又变成了队友，尤其是林墨，他不惜交出闪现，都要在中路的位置跟柯宇的打野去对拼，可惜没有成功。但是他们在一会儿就是打完了那局比赛之后，他们在面对面的时候进行了一波 solo， 进行了一波肢体的 battle。是的，来吧，本场比赛是由 ING 对阵到 NGU， 跟 B 教练兼办先选。进 BP， 进 BP， 来来来。禁用英雄，太乙真人搬掉，对，没错，禁用。引导敌方禁用英雄，太乙，那我们搬个婉儿吧。好，尊重英雄。他搬上官婉儿，看得起我，谢谢。对，非常看得起。我再想想，搬孙膑还是搬那个戈亚？我一手拿，我怕对面拿双抗，我打不动。打得动，戈亚打前排可以的。把孙膑行，可以，那就搬孙膑。好，哥呀，我相信的兄弟，搬孙膑。好，禁用英雄。孙膑，哎呦，我针对我们辅助，宫本吧。宫本，看什么样？请选择你的英雄。我的宫本都上班位了。NGU 这里的两个班位，一手是给到周柯宇的宫本武藏，还有一手就是张含韵的三连决胜的婉儿，上官婉儿都是针对班。对，因为我们觉得宫本跟婉儿更能威胁到我们。你拿药可不可以？我拿药可以啊，我有药的。千里崎岖不辞苦，仗剑江湖为红颜。药，哇，有的答案啊。药，因为之前一直伴着他的药嘛，但是今天因为有其他的位置需要上单位，就把他的药放出来。所以他拿药的时候，我其实，哎，多少是有点紧张的。那我有刘邦了，刘邦可以后出的，他们绝对猜不到的。对，他们绝对猜不到的。出刘邦吧。刘邦，那直接夏哥我们俩换就行了，等会。好。刘邦是夏哥自己在赛前突发奇想，说想用刘邦打野，然后教练觉得也 OK， 然后我们试了一把，效果很好，然后就在赛场上拿出来了。我就在想说我应该拿什么英雄去对位他的药，想半天我说我要拿一手刘邦，我觉得刘邦这一局一定是最合适的。他这个阵容就说实话就四保一，四保一，对，射和，这就是纯四保一啊。嗯，但这局比赛我想了一下，在两个蓝领也都被搬掉的时候，然后剩下来的野和蓝不好对抗药的情况下，他选择刘邦，这样刘邦也可以带线，既可以当蓝领野也可以当带线，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一举两得。不愧是折制 BP 啊，这个 BP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但是在九哲身上你也就没有那么的惊奇了啊。对，毕竟他是九哲。对， NGU Never Give Up， 加油。ING! NGU! NGU! 哎，你这个呢？一会儿他拿下去。啊，厉害啊。进入比赛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杰瑞瓶子。那个小明还是跟小乔抢一下中路，小明看到人的话直接练对面啊。开局一级抢先 ，NGU 这里清线速率略快一些。是的，直接让小明帮中，所以小乔的一技能抢先特别快。我中路线清完了，现在去哪？上来。我牵着张飞来了。牵着张飞来了。张飞在干嘛？你不要过来啊！哎，这个明星为什么一直去牵链子牵着张飞啊？就是他能牵他，消耗他一点，消耗一点，尤其前期中路抢线就是这样。哦。而下路的话，马可这里戈亚已经拿到了线权。对，哦，我才注意到这是马可的戈亚。我之前去 DRG 的时候，他说他所有射手都玩，唯独戈亚他不太喜欢这个英雄的顿挫感。你们戈亚新练的吗？对啊，感觉打得还行啊，压着打。戈亚这英雄厉害呀！来，姐，你帮我把中路视野看清了。好。我们去又去吃两路线了，又去吃两路线了。嗯，我们也转中。哦，都开始了，射手现在都开始吃两路线了。安静是做了一波四人抢中，两分钟的节点，这个抱团的速率挺快的。嗯，走了，下路线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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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来，我们在这等，
你们转线速度下路线，下路线谨慎转线。嗯，好，好吧，你们转线没他们快的，不一定波波都要转。小心啊，他们可能会在那个草里。张飞走前面，张飞左边的草探一下。哎，没碰上，没碰上，没碰上。走吧，走吧。对对对，他们在蹲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可以反蹲他们一波。我去下，我去下。哦，这波有机会，闪一耀的位置，要上去了，要上去了。哎哎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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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可以打。要被打了！哇！这波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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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没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拖一下，拖一下，拖一下。来人了，往回撤一点。张飞直接朝里先喷大招，再加一个黑大炮在这里，直接碰到两个人，有没有给他做墙保一下？黄毛被保下来，但是张飞要先倒了，小强直接跟着大招吹上去，黄毛在点，从田追上来，但是周克宇这边想反打，可是钻出来了一个池渊派呀、啊！我很舒服，我很舒服，能打吗？还能打吗？能打他。林墨跟了过来，一个一飞了，起了一个小桥，但是盖在旁边直接点死了残血的池渊派。一丝血还要往前，还要往前追，三个残血桥，这个一击都没有中，林墨站在正前方，扛住了所有的压力。好吧，一个残血，但是最后哇，这一波跟了一个伤害过去，击杀掉了张海韵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这个塔可以压下，塔压下，可以可以压。他们为啥不走、啊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这波还要越塔，而且能运一下，又收下了一个人头，把林墨给留在了塔里。哦，漂亮，漂亮 ，nice。这把确实让哥宇挺难受的，我直接站在黄大华的旁边，上面也不是很好打。这个刘邦太牛了，刘邦太牛了。特别开心，上次其实是怕打野嘛，一直不去怕打野，但我们俩一个之后，他对打野还是拾回了信心，这样一次都会给彼此安全感嘛，因为下个打野也知道我们打野。胡夏都能打野，走吧走吧，我们转下了，我们转下了。刘邦你带上，刘邦你带上。OK OK OK。上路看看 NGU 要不要抓波机会啊？直接帮我把视野探了，帮我把视野探了。好的。他们推上了，我们往上转。有大吗？有。准备压一波，准备压一波啊！强抓上了，强抓上了，强抓上了。小蹲。哎，林墨这还敢上吗？哇，林墨啊，林墨，四个人啊！哎，为什么上啊？不应该上。谁啊？林墨上头了呀！这不为什么要上啊？哇，这个疯了吧？他是疯了吧？啊？一打四啊？你们玩夏侯惇游戏，疯过头了。我在打的时候是看不到他的那个视角的，我只能看到上面是一个蓝色的头像和四个红色的头像围在一起。打他！去卡他没了，我只能看到这个四包一直接把他给越了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我回去看那个回放的时候，打他，是他自己给了个一技能，一技能二段大招上到三个人的脸上，然后就是就是很确实。没事，我回去采访一下他，我先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。我觉得完全就是犯蠢，那个时候可能在想着反正塔也保不住了，我要把对面的射手带走，能带走什么的，可能当时想的是这个吧。他们应该转中了，小心点。现在我不敢出去哦，不知道左右两边有没有人。继续中路抢线，两边都是打的一个四一的阵型。嗯，选择让刘邦去对到药。要在上路，你可以把龙或者把龙开了。
武夏现在论经济和等级上是没有办法跟廖对拼的，只能跟他后置位清线，然后我跟你拼一个支援速率。对，他们应该去开龙了，视野给一下，他们再打再打再打，需要去吗？这个龙？不行，打不过刘邦传的会很快，我去看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好了，看一眼就好了。没了没了没了。这个阵容啊，还是不能跟 NGO 去推 ，RNG 这边还是要找机会看看能不能限制一下这射手位的发育。因为黄明昊现在刷得很开心，这个小明跟他太舒服了。效果可以的，可以推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那我回下了，中路能守住吗？我去清下龙。他们可能下去了。就过来，那就过来，他们过来你就过来。在路上，在路上。下路后面要压，下路后面要压，这波得守，这波直接守，这波直接守就好了，守就好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见人有难，不能不管。哇，周柯宇！周柯宇为敌人让后了，啊，完了。看一下周柯宇的位置，一个人让后了啊！看能蹲到谁？大残就撤，大残就撤！来看我，来看我，来看我，看我！看你了，看你了！我在跟，我在跟。雨风无限，一个小乔在这里，直接上去两段英雄，打三个，再来个大招回去做再接给一技能，又砍了一刀，直接把球队给带走。而且我也弱了，可他没有大招，周柯宇技能好了，再回头进去两段一再 A 一下，不要倒了。知道，再接一个普攻，直接把黄明昊给歇死，还剩三年。还能继续追吗？史云汉应该也走不了啊！有能再连，再 A 一下，三连决胜，柯宇完成收割。哇！漂亮！牛打回来了！哇！牛，真的好炸！太 carry 了！啊，周柯宇一定要盯屁股，一定要盯屁股。我觉得远方周柯宇没力了。没了 ，nice，nice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哇，这一波太振奋气势了！本来是红区被入侵，下二塔被推，然后正面张飞的大招也已经交完了，很极限的情况下，要一个人进场打了四个，太 C 了，一杀四，太 C 了，职业选手意识。我要打爆你们！我喜欢这样的，眼睛都冒光了，看到那个药的时候，太野了，太 carry 了，真的 carry 了。中路线压进去，有机会可以破一下这中路一塔。OK， 直接压中，直接压中，直接压中。先推塔，先推塔，先点塔，先点塔。那个塔给他们。OK。我去下路了，我去下路了。这一波 NGU 稍微觉得有点上头了。是的 ，NGU 得安排胡夏去进后，因为胡夏可以随时随地传过去，只要正面没有威胁，他就可以不用传塔了，他一直在身后盯科比就行了。对。我没想到他要来跑团，今天其实打得还蛮成功的。打那一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，我是看到要在下路没有跑了，所以我才打的那一波。但我们打了很久，我的印象里我还觉得要在下路，所以我就没有太注意后面的人，其实节奏蛮大的。小问题，不行的，注意要，注意要，注意要。注意要的位置，他没露头，就别人一起去打。我先把大刘给要，先把大刘给要，后来我再去。我一直在看着小鸟。抓他了，不同位置包，不同位置包，这五个人包了过去，他们可能转向了，他们转向了，不同位置包，这个人把他必抓必抓，就已经感觉是在打总决赛了，真的很激烈。而且我觉得尤其是为什么说那个 ING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是因为我们觉得 ING 的运营得很好，因为一般都是我运营别人，很少被别人运营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少被别人运营，结果他们这次就被他们全运营了。把他抓了，把他抓了，把他抓了，把他抓了。哎，抓他去了，抓他去了。我们把兵线过了，我们把中线过了。哇！哇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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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！五个人包了过去。有意识到吗？这波走位躲一个吹，再回头一技能刮一下，再大招归神回去，扛了很久，再大招回去，还想换人，带了一刀打出了一个闪现，但自己倒了。哎，动作射手呢？好，直接开了，给我个大，给我个大，
传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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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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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了传了。替你们消消火。这个中塔应该是有机会的，这个都动到了，小贾有一个刘邦给个大，但是没有办法保不住。Double kill！ 哎呦，痛啊！绕后了绕后了，哇！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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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月汉在前面也扛太久了，马可的伤害是很高的。加了一个二连击破。是的，张含韵刚刚的那个洞太漂亮了，他把小贾给冻到了。对，林世颖没奶回来。是，但黄明昊也是这道阵容里面的核心，只要把黄明昊给处理了就行了。我的我的我的，这波。你这冻住了。对，主要是冻住了。我觉得我带的线不要来压，不然下面下路就空了。OK OK， 我带上，这样舒服一点。双方开始互做边线，来刘邦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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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邦，兄弟们抓刘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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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他抓了。建议他们去抓你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不知道我位置，他没有我位置。又来了，下路过来想抓，抓刘邦。哎哎，你砍我就行了，我砍不了的，我没有那个专精装。冻住了冻住。冻住接大招。下单这个刘邦好肉啊，没有兵线进去。对，上路要拔二塔了。打不死我，打不死我，打不死我，继续推。漂亮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哎，他们带线去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做节奏的置换啊，得走得走。冷静啊，冷静，不要想着去抓一个。不是，刚刚他那位置完全可以抓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对面做到一个五五开了，只不过是我们还是因为刚组建的这个团队，我们从配合上还是没有那么默契，打得太少，对。所以导致出现了这样的失误，不能着急啊，还是要像瓶子老师说的，利用王昭君和戈亚在高地塔下，利用塔的伤害，对，打一波反手。王昭君和戈亚是 KPL 胜率很高的组合。嗯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好，快，他们开这个龙了，他们开这个龙，这龙直接给他们放给他们就好了，放给他们。好好好，能拿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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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你们往龙靠，你们往龙靠，我带一波上线。龙是抢不了的。找开周克宇，找开周克宇，直接开，我看着你，我有大。我们少人哎，我来跳，我来跳，我来跳。传我，传我，传我，传我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！直接压，直接压，直接压！来，再我开了个二技能，就是目标，就放出去，逃了一下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我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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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伤害很高，现在伤害很高。别再打了，刘梦。疯了，他是疯了。再排。哦，被小刀只能吹了，对，走不了了，被控死了，直接开竹子上去点，再来个大刀，再点两下，再来一下，点掉，黄明昊冲上去，直接收掉了马可，张飞来了，可是还是没有大，蒙恬上去，王昭君直接给大招，这波配合上了柯宇的一个击飞，冻死了，石约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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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往后走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好，记者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周飞还要操作，他看到射手的位置了，让你三招，此乃绝招前的铺垫。你懂吗？哦，这波有机会，这波有机会，开啊！啊！啊啊！闪现回头，想要一个好吹，找心，这一个吹直接帮助黄明昊站桩输出，他的自信英雄。是的 ，nice， 漂亮 ，nice， 哦，都上头了，两边都上头了。他们打得太乱了，这波节奏就是给了我们这边机会了。对，他又不撤退，死了人少了人还想抢，给了两波机会，一个一个上去送啊，他们这没有这么打的，打得好烂，打得好烂。其实我想的是，对面状态都不好，然后第一时间我想带上队友去跟进往中路那边打。确实那一波是非常非常非常不理智，上头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，太抽象了，太抽象了，一个个的打，你发现了吗？你们打野就是猛。哎呀，那不还也上头吗？都上头，别上头，别上头，别上头，我们现在少人，我们现在只能人齐团，人齐团，把龙放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个掉点有点伤，那这样，这个暗影主宰就拿不了了，看不了一点。中推，中推，中推。Red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开龙，开龙，开龙，开龙。Overlord has been defeated. 他们现在又被翻过来了，他们现在节奏又被拉回来了。本来这条龙是他们的。不往中推，能中推中。然后直接推中吧。
对，能推中，能推中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现在 NGU 的这个推进能力很强啊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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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还在拖时间。现在 NG 打得比较小心了，基本上在高地上不出去了。刘邦不在，我要把线带出去，我要把线带出去。你们登陆守住，你们登上守住，我把线带出去，行吗？好。然后 NG 的选择是先清线，让柯宇一个人出去带边。这个药带线可以的，还好我拿了。钥匙下可以包，可以包吧。继续抓他，继续抓。抓不到，抓不到，不一定抓得到。他们不见了，大概率找你去了哟。他们来找我，他们来找我了，来找我了。好，我们集合一下到中路。我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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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了。你没人啊？别，哎，这个人上来送了，上来送，开他，开他，直接开他。正面林旺一个人冲了上去，一个脱节的位置直接被莱西奥一个人给护住了。胡盾张飞给他绕想保一手，没有保住。哇，又送了夏侯。夏侯是谁啊？林旺，哎呀，又为什么要大回去啊？这不见面打架的时候有一点拉不住。是的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崩，雪崩。就我本来就是一个。当时想法就是想靠上野起节奏的组合嘛，你上直接崩了，那你也肯定就很被动吧。所以当时上路二塔一掉，其实我们视野就根本踩不出去了，一下子就会很被动，蓝区就等于直接沦陷了。上路二塔一掉，中一塔也不远了，中一塔再一掉，蓝区就直接被对面接管了，然后龙也没了。所以就肯定会进入到一个很被动的局面，当时肯定就是心里是那个感觉，怎么形容啊，就感觉哎怎么办，就是哇好难受，就哎怎么办，逆风了，完了，感觉就是怎么办，就有那种感觉。挺上头的，确实挺上头的，而且我这个人本身打游戏就喜欢莽撞，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打着打着就失去理智，我就是适合被别人支配，就因为如果别人不指挥我，我就很快就会陷入一个混乱当中，就是看着对面射手直接吵了之后没有队友我就死掉了。夏侯惇你要等人齐知道吧，你波都要等人齐的，等他们龙王 buff 没了再行，对，谢谢，对，不用跟他们打，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不用着急开团的，我们现在这个局势是张飞开团，知道吧？好好好，张飞如果能否到人，你跟上就好了。OK， 然后你不用主动开团，就是动到人你也不用上，因为你没伤害，知道吧？对，好的好的。你要等我跟那个谁 ？OK OK， 帮我把视野探了，帮我把视野探了。我在上路，我看你船，你小心，我看着药，我的眼里只有射手，我就是要保着他，哎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走走走走，准备拿龙，准备拿龙。NG 的想法应该是想要等一波风暴龙王吧？对，看看 RNG 这波怎么守啊？这个龙的话，他们肯定会逼我们打团战的，所以我们先把线先做好，然后的话先往龙把三线做了，然后往龙坑那边踩视野，谁都不要摸这个龙，好吧？要打到风暴龙王了，这波，我要风暴龙王要有团战了，要有大型团战了。风暴龙王降临，决战开始。红区左边的草里探一下，乖乖。嗯，他们还没打，但都在那边。都在中下，这波看周辉怎么去抉择，但是他不在，这个龙是守不了的呀。开龙吧，开龙吧，开龙吧，走，别开，别开，他们要开了，看到周辉宇的视野，他们要开龙了。跟他们打吗？跟他们打吗？那这个风暴龙王怎么说是不要龙了吗？张飞跳，想抢没抢到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没事，你不用打，你不用打，他没线了，他没线了。来，回去一个，回去。我回。我往家走，我往家走，你们往前压。中路柯宇又带了一波线，哇，柯宇一个人把上半图的线理得很漂亮。我那英雄逆风肯定要带出去的，不把线带出去，队友更打不了。把线给清一下，把线带过来。你这要一直带，很烦、啊。就一直带嘛，我就跟他对着带。我如果不去做那个线，会更难受，因为他带的线就会更舒服，对面的线运过来的也就会更快。所以他那个刘邦就给我压力很大的，其实。来，我们跟他们打一波。现在是想要利用中下的兵线打一波阶梯式的推进。你们往前压。我看着药的位置，药反正出来我就传你。他还没走，上路还没走。
了，挡住了莱西亚。我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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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了。自由的心，放飞在风口浪尖。给我一个大，给我大。我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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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留下奥顿。怎么回事？夏侯惇直接大招，左右交出了闪现往回退，刘邦给大招，宝一手下们一个一技能拍到两个人，但这波林墨似乎有点扛不住了，被带走。压中，压中，压中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魔王压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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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过来。转下，转下，压下，压下，压下。然后三高全破，非常的扎实。那个夏侯惇好多波莫名其妙。刚刚上路上塔守上塔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冲出去了，四个人围塔杀了他。这个下塔也是，少人他也冲。打比赛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当时就是脑子是一团浆糊，就是没有一个良好的逻辑在玩这个，在打这个中间的很多的操作啊什么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得出去跟他们打一波。我们现在这样太被动了，得出去跟他们拼一波。是，好好好。在哪探个草？可能在红等我们呢。中线卡吗？卡卡卡，等我把下路带了。三路齐进，三路齐进。完了，他们你看带了上下两路线，他们两路带线，我感觉我们得回去。看一下周奎宇的位置，看能蹲到谁。哎，我这个位置，我这个位置。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周奎宇朝里蹲了一波，两段一技打到二线，再上去之后再来一个，周奎宇给躲掉了致死的伤害。来接一下，来接一下，能接上吗？往后走，往后走点，往后走点。戈亚来了，是的，戈亚跟过来之后点一下装备，跳上去直接打出赵军的一个复活。我这位置很舒服，我这位置很舒服，我这位置很舒服，我很舒服，我很舒服。反打，找机会，找机会，小心南下。小心我们了呀，这一波漂亮。保住黄明昊往前打，马可被打出了复活甲，再吃一炮，有一个明刀朋友继续点胡夏，胡夏也有明刀，再来一下，收掉了胡夏之后，这一波柯宇被黄明昊直接打出了复活。新的小乔给击杀掉，双方打了一个三换三，赵涵月和马哥两个人家里应该是有机会守住的。能守能守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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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守能守能守。来来来，一波一波，黄明昊和张博洋两个人有点难压。好紧张，一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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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一波了吗？我试下一波。给大给大给大，守守，能守能守能守。哇！英雄从来都不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他所做的事。这一炮的暴击伤害太高了，但是上路和下路的超级兵进去了，家里出兵了，直接点塔了，还在点，我还可以继续点的，不用管人。再来一炮，让我们恭喜 NGO。马上。因为我本来是很自信的，我说我的对线应该是能够大概率的压着所有对手打的，但是没想到一来就来了一个大逆风，所以我觉得两支队伍实力也不相上下，说实话小看他们了，就是因为今天太想展现自己的技巧，然后就打得太上头了，我觉得这也算是给我自己提了个醒，以后打比赛的时候不能太上头。啊，我的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别打呀别打呀，又送了夏侯。夏侯是谁啊？林墨。哎呀，这为什么要大回去啊？这不林墨，你能告诉我为啥我的 KPI 再拿一次最佳中单吧？你没想到吧，却让我拿了一次最佳中单，我当时打的远哥真的很爽，那次就是打到爽文，你知道吗？就以前带着自信上场，现在就是被磨灭自信，就是一点一点这样，你是没有办法体会到我现在的感受的。那几个人太猛了，黄明昊，姐姐这个小乔玩的 nice， 可以，什么叫关键推？关键推推的好，真的好。这场比赛 ，ING 给你展现出来的是在分级上三个 A 级和两个 B 级选手组成的一支队伍，去跟三个 S 级选手组成的 NGU 来进行的一个对抗。
太猛了，太猛了，确实很猛。我今天被你动了一次。啊，是的。太猛了。猛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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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猛。厉害的厉害。差点翻车。如哥，兄弟们，拜个拜。欢迎来到赛后采访，我是彭仁。今天其实蛮可惜的，我觉得中期已经很大优势了。对，那今天 BP 的整体的逻辑是怎么搭建的？选简单一点的嘛，咱们还是以简单为主，毕竟我们这边刚开始的评级都是偏低的，对吧？他们那边评级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这边是啊，慢慢的往上爬。今天说句实话，我们还以为很难打，但其实打下来，哎，我们是有机会的。这其实给我们整个团队也找到了一些自信和一些就是有赢的渴望，知道吧？其实林墨，你真的很勇啊！这个夏侯确实是非常勇的一个前排，可以聊聊你在目前团队当中的一个定位是什么？谢谢老师给我的这个高情商的台阶下，但是因为我确实这样的情况遇见比较少嘛，就老想着去开团这样去打，然后中间也有几波就是自己也比较着急，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所以有些地方就是。感觉在峡谷里面我像一个盲人一样，就不知道干嘛，瞎摸索。我觉得还是继续加油，就像林墨说的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对，再给你点时间吧，罚我一个顶级对抗。对，顶这对抗路苗头是有的，就是能看得出来有很好的底子，还是继续加油。谢谢。哎，尽力了，放松了吧？刚才是不是就是心跳加快啊？对，是。其实打起来后面也就没有那么紧张，那么那啥。我什么时候要下去跟社府一起抱团吗？要放轻松，训练赛怎么打？没有固定，就这么打。没有固定，对的，就放轻松打就完了。不要把自己就固定的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干什么，不需要。我问你手里没有汗？没有汗。为什么有汗？你得有点，你得兴奋起来。我兴奋又不会有汗。那你紧张起来，别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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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Relax。这个队没有什么太多可怕的。我们跟你们打的时候，你把我们的射手星仔杀了很多次嘛，摁着打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跟江潮打的时候，我把江潮也摁了很多次。他们的什么左力也是跟你是可以打一打，绝对可以打的。他跟左力真的是五五开花木兰，真的是五五开，真的是说的保守一点五五开。我今天还专门改了位置。其实我是想限制一下左力，因为我觉得他比较爱抓 C， 我也是比较爱抓 C 的站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看一看谁在线权上还有在处理上会更好，这样子。你放心，我们个人实力每个位置都比对面强，不用想，不用怕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因为我跟付辛博在战队待过，他的心态非常容易崩，只要掉一波节奏，他找不回第二波就爆炸。那没事，我上去就单杀他两波。可以可以啊，你吧。小意思，他还和我玩花木兰。可以。我教他什么叫花木兰。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我中单去拿两个英雄。不要了。炸弹猫嬴政。他不搬嬴政，我必拿。我都不管他们中单拿什么，不管他们拿什么，直接咱们两个先锁。先留一点气息。留一点。啊！投降在设置里面，六分钟的时候可以点一下。听说你的花木兰很秀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拿花木兰打爆你。我相信经过第一季的这种比赛，你的心理素质应该很好了。今天会把你打到第一季一开始的状态。众所周知，我在第一季的表现，如果你们连我们队都赢不了，你们是什么？你们赢了我这样的人，你们又算什么？别拦我！江潮特别像个卧底，穿了个橘色的鞋子。哎，你骚气！我是想把你们黄队踩在脚下，踩在脚下。今天就是我扬眉吐气一战，知道吗？
一战成名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九折阵营的 ZTG 登场。一二三 ，ZTG 就是他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点位配合度和整个状态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。我不在乎别人开心与不开心，我只在乎我们队是否能赢，因为总会有一个人要赢。他们是刘恋、星仔、黄子韬、江潮、左立。接下来掌声有请 Gemini 阵营的 Ian 登场。我们是一定，我们要赢。我想赢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打出该打出来的气势，稳住心态，争取能拿下胜利是最好，加油！他们是张大大、周琦、郑希怡、Sky 李晓峰、傅辛博。赢是靠实力说话的，兄弟们！赢是靠实力说话的，兄弟们！干！我操！我来给我队友鼓鼓劲儿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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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阵营对抗赛的第二场，跟大家再重申一下比赛规则：两大阵营将进行 BOE 的对抪。那么，如果当有一方两支队伍全部获胜的话，那么失败方的两支队伍将会面临淘汰的。首先葛Mini教练队现在已经输了一场了，已经先0-1落后了。如果他们再输了的话，那也就意味着他们两场比赛全输，那么他们将会在该阵营的所有的 B 级选手当中淘汰一个人。如果是应战队他们赢了的话，那么两支失败的队伍将会再进行一次交手。林墨是 A 吧？林墨是 AB 啊。嗯。啊。所以这把他们赢，放心，兄弟默默。只要他这样赢，下把我们一定赢，好不好？不要担心，我们不会淘汰，好吧？相信我们的队友。所以这场比赛将关乎着葛Mini整个团队里的 B 级选手都会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。是的，何去何留？我觉得现在葛Mini教练的压力应该非常非常大。你在抖，我腿在抖。你不紧张哈？可以不抖。打打就不紧张，可能刚坐上来会有一点，但是打打就好了。好的。大家不要紧张啊。我说实话不紧张，不紧张，没有那么担心。如果赛前一直担心自己会被淘汰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机会赢啊？我想赢，我想我们组里任何的人都不要离开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进入到双方的比赛第二场阵营对抗赛，看一下双方的班选。葛Mini教练率领的应战队到底能不能把这一场拿下来，打成1-1啊？来吧，兄弟们，来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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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急不急啊！开始了，教练，我们第一个搬哪个？安琪拉要搬吗？安琪拉怕吗？你赢着怕安琪拉？不怕呀、感觉一点不怕。不，但他很阴的，他安琪拉的熟练度很高。那就搬中路，好，就针对中路，好吧 ？OK， 先搬安琪拉。你看他把安琪拉搬了。哦，真对呀、这么荣幸吗？那王昭君搬了呗。好，法师也王昭君搬了啊，对吧？哦，王昭君也不给姐姐了。搬两个中路，这么绝吗？那就针对中路好吧。就是他呀，就是针对姐姐呀。安琪拉、王昭君是他的拿手。哇、王昭君再搬又搬郑希怡，双搬郑希姐姐一下子靠在了座椅靠背上。因为他们都也知道我的英雄池非常浅，在跟他们
组队的时候我学了几个英雄，然后那几个英雄哪一个熟练度高一点，哪一个熟练度低一点，都太了解了已经。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我的英雄真的出现在班位上，一方面也是值得开心的，起码我的英雄对他们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威胁。没想到我跟沈腾已经是一样了，把我的安琪拉给我禁了，太过分了，早知道我都不来了。那我们直接迎正一楼，拿迎正，拿迎正，拿迎正。来，好，行，那你最有气势的就迎正，那我们就拿迎正了啊，锁了啊。自信的巅峰，兄弟们，来，你节奏一下。一桥，迎正，一楼就给涛哥拿中路吗？哦，那这把好打了，兄弟，好打了。我想张飞加凯，张飞加凯。对，因为我拿凯的话，他迎正已经废了。凯对吧？张飞加凯，确定。张飞加凯，锁吗？嗯，锁。锁了。花木兰加猪怎么样？花木兰加猪啊，也可以啊，我挺帅的。花木兰加猪直接出，对吧？太强了，竟然敢放你花木兰！看不起我呀？真的是，打爆！打爆！直接打爆付辛博，不害怕，气势拿出来。以后的每一场位置，只要我在对抗路，对面的你就要小心了。这一手我想给多奇选双枪，好啊，拿，还是我先拿防铁啊，拿孙尚香，先拿孙尚香，我怕他拿孙尚香我就比较难受了。对的，我怕他进了，进了没办法，因为他不拿孙尚香的话，这一把周琦的好用的射手就不用了。孙尚香，张飞加孙尚香下路的双组强度已经拉满了，没有选中单，那么看看九哲教练后置位要不要继续去搬中路。嗯，防铁也可以搬了呗。狂铁关羽，搬付辛博的英雄。哇，狂铁给搬了，我的天哪！还能打谁呀、啊？边路？这一把你的边路，花木兰、狂铁、关羽，他给你搬掉，他很熟你啊。对啊。项羽是可以打的，你项羽做搬肉是可以打的。项羽我一般。看他后面两手，好吧，我这把我觉得可以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拿芈月的。OK OK， 你拿芈月这把确实无敌了。我会好好疼爱你的，芈月。等等，付辛博的吗？芈月，哟，果然拿芈月了。可以的，绝活哥。芈月是自信级巅峰，自信对吧？自信，非常自信。自信。我上单的英雄是蛮深的，以前我就没事就会打芈月上单，所以对芈月的理解还是 OK 的。芈月还有这种英雄词吗？芈月打花木兰是有点恶心的。那这样的话我们早点出那个魔抗装，把我们的魔抗装提前一点，如果他出两个法师 OK。 嗯，芈月打团没用的，这种英雄我们正面直接推花木兰带线。是的，我前期猥琐不发打，这种英雄打团一点用没有。左立开始活动手腕了，这个好吓人啊！摩拳擦掌，这对抗路的对决真的太有意思了。花木兰对阵芈月，多久没见了啊、嗯？这感觉是2017年 KPO 赛场的这种对位，就是这种对抗的话，就是站边打站边，其实就是带线边打带线边、嗯，两个人单带，其他四个人管中下半图。对，我们这边控制非常足，一定可以的。交换英雄啊，该交换的交换，调一下皮肤，检查一下装备。我们要开干了，兄弟们。好。嗯，那他们这个芈月应该是边路带，花木兰前期要注意一点。好的，我就清完线去支援，我不和他带，对对对，我不和他玩单挑。对对对，别跟他单挑。我们芈月带线的时候，你们另外四个人要抱团，好吧？然后你们多说话，特别是上野，好吧？好，你们两个多沟通一下。好。然后你芈月你这边单带，如果不需要盖哥，你就喊盖哥去正面，因为盖哥你这把要多打正面。张飞加凯，好吧，谢谢，我们加个油，好吧，加油啊 ，OK， 加个油，加油，三，加油，二，一，兄弟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 ，ZTG， 正战 ，OK， 我看到涛哥脸上面带着微笑，似乎对这一套教练选的 BP 非常的满意，没错，帅吗？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一场对决吧，同时。
两支战队也背负着第一场比赛两支友方战队的这个比分要进行下去。嗯，当然对于硬战队来说，当然是要想要赢下这一场比赛，然后再来打一场 BO1。 没错，都想要保证自己阵营方的队员们可以安全晋级。是的，所以在上一场比赛打完之后的 RNG 的队员们如今也是在关注的这场比赛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瓶子。来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 ZTG 加油，ZTG 加油，硬战队加油，硬战队加油，打，给我打，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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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国服中单在此，兄弟们，左立，我的天啊，三连绝杀，够无敌，看我位置，看我位置，傅辛博一个芈月包后把牛魔给收掉了。三高全破，怎么翻？抢风暴龙王翻，拿龙拿龙，兄弟们杀，给我杀，直接杀上，杀出来，杀出来，龙，这个龙能不能拿？龙，哇哇，我要翻，你过来，30分钟三条风暴龙王，三路高地，太抽象了吧？追，你让他们跑，看我位置，看我位置，芈月又偷家去了，他们家又没了，完了。这比赛比 KPL 决赛还好看，太夸张了。活那么久，第一次打游戏有这样的感受，我非常难受，想哭。下面将宣布本轮淘汰结果。我尽力了。我真的很怕自己被淘汰。这10分我必得。我平时嘴很欠，手速王者肯定是我。不忍直视我的漫画了。这是啥呀？你得了0分。我的目标是赢一把。你们今天有没有信心 ？ZTG 江潮，今天往死里暴杀他就好了。嬴政那个一技能，你们三个人在里面洗澡。打五排发战绩。为什么你就不知道？哎，再搞错真的心态要不？美团 buff 拉满，随时尽兴开团。本节目由吃喝玩乐四连超凡的美团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一口尽享纯纯纯纯纯纯快乐的纯水乐纯净水特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一级节能五星舒适的万和热水器高燃赞助播出。12点，第一视角看明星选手高光操作，听队内语音。来腾讯视频搜索爱玩，参与活动领战之巅峰独家勋章。来讨论区表白墙，向他表个白，领取限定勋章。许愿池不定期开启，来许个愿吧。上微博进入战之巅峰话题页，参与互动，选出你心中的最佳阵容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网。
网易新闻、网易号、网易娱乐，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战至巅峰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来斗鱼搜战至巅峰，解锁节目惊喜福利。来虎牙搜战至巅峰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微信游戏视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团在王者，聚在营地，上王者营地搜战至巅峰，热聊游戏话题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感谢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、微博电竞、知乎应用宝、莉莉城传媒、新浪新闻、界面新闻、网易新闻、网易号、网易娱乐、虎扑、讯飞输入法、天齐万年历、Do News、智娱 APP、 成果娱乐、影视聚焦、超级星饭团、嘿鱼、北京微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北京华生信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北京奇思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